是你偏要被定锤。来吧，我说你为什么不说上一些啊？我就说你是先脱，因为我想要先解开，然后我再把这个拉起。应该是先解这边拉开来拉，对吗？对，因为我们很想从你上面解帅气的胸膛，但你直接或者是脱掉脱掉解吗？这是个人习惯，拉开来看这个，这不行。等一下从哪一 part 开始脱？帽子。然后脱完皮带，然后脱上衣，结构的脱，到了年后就中间比较没经验啊，所以就脱衣服也没管那么多。啊，我脱了嘞，教练，什么健身营？哇，第一健身，仰卧起坐。哦，快点，对，快点，发了，快点，发了，中庸，哦，这个好痛哦，这有用吗？有，这个很有用，脚伸直一点，高一点，嘿，用肚子力量，用肚子的力量去顶脚，才会有，有人来了，出来了，好了，有了，好了，他准备好了，他准备好了，行，来吧。都是第一次真的这样子，真的脱完哎，超害羞的。以前拍戏都一定先不裸露，对，最多就是穿背心。那但是你以前拍过写真书的？写真书算什么？写真书那给修的，对吧？写真书还好吧？因为你们两个刚刚就是一黑一白，所以你是说乌骨鸡跟白斩鸡是吗？你这样讲我们好吗？但我们都是很高级的鸡哦，是高级的白斩鸡，欢迎你们来拥有我们。刚刚我在休息室有没有看到？对，我看到他们在，你看看，放大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怎么有点害羞？哇，身材很好呢。那你有比较喜欢谁的身材吗？你自己？以女人的角度，认真讲，他比较精瘦，因为我比较喜欢健康肤色的男生，所以。